的现场好吗？哎，你有气球哎、欸？你会起飞吗？哎、欸，你会给娃娃一支麦啊？可以再给我们一支麦吗？好 ，OK。你会起飞吗？哎呀，不要，没关系。好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呢？好 ，OK。你有没有什么要先跟大家说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要拍照跟电子媒体的联榜 ，OK 吗？好。我只是害怕我也会等下埋没在人群里面，我想说绑一个清爽堆气球，我忘记风大这件事情，对，打到我自己，然后也打到你。哦，没事哦，原来你是想说到底大就是大家合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很可爱。那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帮你拿，然后等下要合照的时候我再还你。好啊。可是你打得开吗？打不开。哎呦喂，我可以，你看我厉害，我是贴身助理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来，那我交给你，然后我们会在这个位置，我刚好帮你站好了这个位置，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站在这里，然后他们可以站在这里。哦，我了解，那是待会，现在先媒体的，真的要走媒体联访，真的很可爱，我知道为什么我朋友这么喜欢你了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现在先帮你拿麦克风。然后你会先站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让媒体给我们拍照，然后拍完他们会先电子媒体联访，然后我们再白人大。